学过这个。我从小在北京长大，长土长啊。这里边还净是名人，我告诉你了。是啊。二马一关，关知道谁吗？不知道。马知道谁吗？您可知道这二马一关是谁吗？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妙姐。胡同中呢，总会遇到喜爱看我们视频的人，这不我们就偶遇了一位北京大爷，不但聊了视频中的魏哥豆哥，还给我们讲了曾经居住在这条胡同中的名人。来，咱一起听听这位幽默善谈的北京大爷说了什么吧。一看就是您的忠实粉丝，连您养什么都知道。不是我对这个老看北您照我啊，我不会说好听，我只能说坏听。您说的挺好的，说的挺好的。还有魏哥，还有那个人，那个又脑袋有毛病，那个谢顶的叫什么来着？那个男的跟你在一块儿那个，他过来，他谈的医保的问题了不？谁呀？哦，那谁豆哥？豆哥啊，豆哥，我老上天津北门碰见他，他在我买菜去，他那哥长一大哥的那不是啊？对，是。您住哪条胡同啊？我不爱，我做人要低调，不要炫耀自己。没有，您这个该说得说。不说。我藏着，我去买菜去。说错了，不能叫大爷，什么都不能叫，肩膀为奇。得了，肩膀为奇，不能说我高我低啊，都一样、啊、都一样，平板为 啊，都是哥们儿。其实呢，肩膀齐为地。实际上来说，您今年有55、56吗？说少了给您。您真会聊天，您真会聊天，这边还净是名人，我告诉你了。是啊。二马一关，关知道谁吗？不知道。马知道谁吗？马志和，不是。是马志和呀，别走了，不，谢谢你，给添麻烦。马蔡，关学增。又啊了！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。二马一关，关学生不是住永外吗？关学生不是住永外吗？你要是跟我抬杠的话啊，咱俩就现在你抄篮球小粉子，我抄看咱俩谁输。哎呦，好！他是85年4月搬走的，他孙女儿关晓彤啊，对，关晓彤，对，关晓彤97年9月17出生的。哎呦，这脑子真好啊！你清楚北京琴书泰斗关学增，2006年9月27日在北京友谊医院琴书泰斗关学增心脏停止了跳动，8:50。哎呦，行啊！哎呦，您行啊！啊，马蔡知道活多大吗？69。哎呦，哦，小孙家长，你要、我告诉你，我经常看这个啊。下明天就看见您了。看见我呀？哎呦，千万别看我，给我删了我。不行，我说错了。没说错，说的非常好。不能改，不能改。我就喜欢什么？十月怀胎，棺材。哦，人就这样说，你谁怎么着？人在做天在看呢。嘿呦，真行嘿！学过这，我从小在北京长大，长土长啊，地道。哎呦，真棒！这是官老，现在知道官老在办哪了？不说，藏着盖着，人私生活不知道啊。不能，人最怕什么知道吗？啊。了解你，了解我，了解一定要杀掉我。嘿，好家伙，谢谢你啊，老哥哥。慢走，再见。你看，北京胡同中真是藏龙卧虎。您觉得这位北京大爷唱的怎么样呢？是否想起了北京琴书创始人关学增老先生的经典唱段呢？您了解胡同中哪些古迹、哪位名人，或者您想和我们说点什么，都可以私信我们。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，我是北京妙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